追打这个偏低的坏球，蔡振宇是遭到了田泽纯一的三振，田泽抓到第一个出局，投得很漂亮啊，非常有引诱性，也抓到了这个代打的蔡振宇哦，招牌的直插球。我自己的感觉啊，田泽纯一他这个直插球到了球季末，好像掉的轨迹变得更漂亮。这个球打到游击方向，有机会抓双杀，先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 ，double play， 再见双杀，田泽纯一关门成功，拿下了本季第30次的救援成功，他正式刷新了1996年贾西所保持的旧纪录啊，单季30次救援成功，已经站上龙队队史的单季最多了。而且他也成为继米吉亚还有库伦之后第三位能够进账30救援的外籍投手。那今天龙队则是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逆转胜，显见礼拜天的败仗啊，对他们的士气而言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。今天又是落后之后啊，然后在6-7两局两度的逆转5-3获胜。好，我们请您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回到这场比赛。